你好，我的名字是胡Qiman，我是成都的人。我先到 BGGA 的时候是上夏令营，我上了3个星期，然后我决定到这儿去待了。我们搬到这边来了，然后我在这边住，现在上学。我有3个原因想搬到这边来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练习场或者想下场的话都很近。因为我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，我想去练习场要开10分钟，然后想下场要开40分钟，但是在这边来了就更方便，我可以就走到门外，就是第5号洞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边的教练的方式他们都教的不一样，我更喜欢这边的教练方式。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这边的人都从不同的国家来，我可以做新的朋友。